要控制住你的音量、情感，还要控制住你的气息，对不对？准备走。你的爱在我胸口，我前面的句子我唱得很薄的，是不是？我前面的句子唱得很薄，我不会说你的爱在，也有这样处理的，也很好听啊。咱们不说不好听，肯定是很好听，声音很华丽。这首歌呢，你那样处理的话，声音是很华丽的啊，全部做中后摇的话，但是对于这首歌来讲，它音乐的层次就要少很多，就没有那么好听了。